您好，欢迎收看四月七号的观天下新闻，我是玉威。由新北市文化局举办的2015新北市不泼水的泼水节，将在4月12日在中和华新街举办。配合节水政策，这次使用紫檀花树叶洒进去厄，为了炒热活动气氛，当天举办创意造型走秀大赛、泰缅文化有奖征答，还有闯山关拿摸彩券活动。只要完成闯关，就有机会抽大奖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长林宽裕表示，今年的泼水节不泼水、不喷水、不丢水球，改采传统庄严的庆祝仪式，反而可深化缅甸异国文化意涵。配合泼水节当天，除了系列艺文庆祝活动以及美食品尝外，文化局在4月8号、13号也规划在435艺文特区举办精致的泰缅文物展，包括异国风情浓厚的孔雀竖琴、麒麟竖琴以及宝石画、稻草画等，件件都是十分罕见。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办这个过年的这个活动，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办理我们的泼水节。这个不泼水的泼水节，我觉得会让大家一定印象深刻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每一年过年你都去环游世界，今年到美国，明年到欧洲，后年也许到哪里，可是那一年如果有一年你留在台湾参加了我们中和的泼水节，你一定会觉得印象特别深刻。主办单位表示，缅甸出产红宝石、蓝宝石和翡翠等玉石，有些画家会就地取材，利用剩余的玉石材料来装饰画，画中宝光流转，价值非凡，相当的贵重。他们是我们新北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多元的一个象征，一个多元的力量。因此，我们要非常谢谢他们能够一起能够体谅这个很特别的情形，然后来参加，用不同的形式来举办这个泼水节。非常谢谢大家能够体谅这样的情形，我想所有的人都能够谅解，都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。我非常诚恳地邀请大家，在这个礼拜天，还有接下来这一个月，还有接下来的每一天，都到我们中和，都到我们华新街附近，来体验我们不同的泰缅的文化，不同的泼水节的这个情形。今年的新北市泼水节因为不泼水，所以活动设计更具巧思，包括为长辈洗脚、感恩祈福活动、孔雀舞、藏族舞、傣族祈福舞等等，老少同乐的彩气球游戏、多元主题讲座等，还有闯山关拿摸彩券就有机会抽到泰国来回机票、液晶电视等等，民众千万不可错过。记者冯江市场报道。